开始做下步的时候，我是16岁就开始学做下步。它这个下步，它是一种那个天然的植物，叫做那个兔麻。就是我们麻已经成熟的时候，把那个表面那个外壳把它去掉。去掉以后呢，我们就要放在那个草地那个河边上啊，我们用那个河水去把它漂，你干了又泼，泼了又干，干了又泼，是泼泼了好几次，那个麻就变白了。那个麻漂完以后我们把它撕细啊，我们叫集麻了。它那个纱是好细嫩的工作，我们一般都是妇女同时做吧。它那个纱零头不好，上浆啊、织布啊都搞不成。把那麻结好了以后，就是我们摇成那个麻团了，把麻团卷好了就是牵纱。我们一般牵纱都是牵到我们的老尺寸是24.6米吧。种纱就是说，也是好细致的功夫，就是我要把那个纱，拼到多少根纱，就插到多少的扣，那个扣啊，等于是有1000扣、800扣，它是好细，所以呢，你插扣的时候非常要认真，不认真，那你插的坑扣啊，那个布就做不成了。接好了以后，就到那个大洋地下，就是上浆，一般都是男同志上浆，把那个米浆烧上去，把那个毛子全部把它去掉，没有毛子了，就这道工序就做完了。把那个纱浆好了以后，我们就放在那个织布机上，就是那个细的。它织布的时候，它就难度大一点。它那个纱很细，它所以它就容易断纱。它那个纱粗一点，它织布的时候它就断纱就少一点。那个细的，就我们就是叫细致的工作，所以呢，细的纱肯定难做。以前他们听说称下部是那个富贵丝吧，就是我们很高尚的人才能够穿，一种传统文化。对这个下部我非常的感兴趣，我跟那个下部非常有感情，所以我就把那个下部啊，那个我们祖祖辈辈传下的那个手工样，我就把它要坚守下来，不能把它丢掉。